早上好。现在是去吃早饭吗？哎，怎么就我自己？起床啦！起床啦！谁啊？一个帅哥。我还以为就我自己呢。啊，这是睁不开眼睛。你看你有没有睡醒？我睡醒了，睡醒了，睡醒就是这样。睡醒了就眼睛就这样是吧？就我自己啊！你早上就让我们。吓死我了！Hello， 走走走 ，Everybody。Hello。哎呀，清晨有畅心，一天好心情。啊，好喝。What's up？你早上叫唤啥呀？又不见，甚是想念。坐。没发现哥哥们都到了吗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你这样就不对了。什么不对了？吃完再说话，你先吃吧。那你先吃，快吃，都得吃完。每个人都要吃。感觉今天白宇哥有点不太一样。嗯。穿的不一样，不对，哪里具体？他少了一个半永久性的东西。眼镜。对。没有，待会儿可以戴它。这是一起吃早餐吗？但是觉得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简单。谁准备的早餐啊？谁做的？谁做的？凯哥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做的呀。林允是你做的吗？不是啊。啊，贤惠本惠就站在这里，然后他们在猜是谁做的。白宇，是你昨天晚上准备的早餐吗？啊，是，这么细也是，没办法哎。大家好。哇，你做的？我是你们的中华小当家，然后都是我做的。啊，谢谢，太贤惠了。你怎么这么眼熟呢你？我也看你很眼熟啊，兄弟。这是我同班同学。Hello。所以今天这一桌早餐都是你做的吗？对。我觉得用畅青酸奶给他们拌个水果捞也